重修的莲花它掉了，后来在白天他想着怎么无我度众，或是像出家一样修行，一念中呢他就感觉看到一朵小莲花慢慢显现，请问是莲花重新栽上了，还是见到一点点本性了？他想问。见到一点本性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始。